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还以为你是小平。今天就是如标题所示，就是你们万众期待我们新 studio 的house tour。然后我就借助今天刚好我们有办这个 open house party 的这个机会，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 studio 是长什么样子。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拍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之前 studio 还没有成型嘛。然后现在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啦，只是一些不大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去买，所以暂时还是可以直接先给你们看那个 house tour 的。所以 let's go。所以你看，今天草泥马跟小明呢就在那边铺着这个，等一下我们 open house 的放食物的桌子，看到吗？你看平常小明看起来虽然是讲没有什么用样啊，但是在这种时刻他还会做一点东西的。好，那些平常看起来有用的啊，在这种时候最拿着鸡拍着我们。哎，皮卡丘，不要看我，不要拍我先呐、啊。你看这个是真正的废材，东西不要做，影片不要拍，在那边怎么打王者？影片不要拍，还没有嘞，等一下。打王者是不是没有用了？这个才有风吗 ？OK，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 sub house 的客厅。哦，对哦，还没有跟你们讲什么是 sub house。sub house 就是我们 studio 的名字，所以这就是 sub house 的客厅。噔噔，暂时是这样子啦。电视机我们还没有买，然后沙发、枕头、桌子，然后这个地毯很舒服。OK， 然后在我后面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饭厅。这个这张桌子，你们记得吗？如果之前就有看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，应该都知道，这张桌子是我们在旧的 studio 的时候的工作的桌子来的，就是我们用来剪片的。然后搬来这边过后，它就变成吃饭桌啦。噔，然后我们买了六张椅子在旁边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，一起坐在这边聊天聚会这样子。OK， 现在我要带你们看的就是 Benny 跟 Awang 的房间，这个是他们的房间哦。他们 Awang 有时候睡这边，有时候 Benny 睡这边，然后有时候 Awang 睡这边，有时候 Benny 睡这边，看到他们自己选择啦。没有啦。我要来参观你们的房间，我自己都还没有拍，先给我拍先，拿去，拿去啦。我房间在那边呢，是这个我拍了，现在我要拍别人的房间，不是你的。什么？哇，是不是一进来就有一种男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OK， 哇！这你们不要买便宜的，断了一只，看到吗？OK， 我现在要带你们看的就是我们 sub house 的厨房。OK， 所以是这样子，噔噔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store room 哦，这些是我们之前旧的 studio 的椅子。那脚啊，给 Benny 跟阿汪坐断了很多只，所以不能用了，我们就放在这一边。然后我们的拍摄器材，洗衣机。OK，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厨房这边的灯哦，哇，我觉得很浪漫，很有气氛。就是晚上我半夜肚子饿啊，要再煮Maggi面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外面这边是暗暗的，然后这边是亮黄灯，就是很浪漫的感觉。OK， 因为刚才我原本是拍到一半，然后突然间就很多客人来了，然后我也要招待客人，因为我们是主人嘛，所以不方便一直拍 vlog， 所以现在总算是比较得空了，很吵这边，现在总算比较得空了，所以啊，别说，点吧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继续这个 vlog 啦。首先，先让你们看一下现在三跑的情况，看到吗？喝酒的喝酒，然后这边咯，那边玩狗的玩狗，然后啊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抓到了啊！啊，加油啊！明年我要抱一个啊！然
然后这一边正在喝红酒，喝红酒。OK， 刚才一直给你们看到的都是楼下吧，好吗？现在要正式开始，带你们上二楼参观我们的房间。噔噔，首先楼梯就是长这样子，很一般的楼梯，它是没长灯，这样看应该会有背光，是不是？然后 ，Miss Cherry， 他在那边就是 up to the high star story。OK， 如图所见。OK， 如图所见，你们应该知道这间房间是谁的，有点暗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谁的房间，你们自己猜。在我揭晓之前，你们自己猜。OK， 你们现在有五秒钟的时间，在影片底下留言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答案揭晓！噔噔，草泥马。你看这条水，好像怕人家不知道这也是他的房间，这样特地买一幅他自己的照片来放这边，是不是真的像他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草泥马跟小明的房间咯，他们小明有时候来这边就可以睡这边，然后这是小明的工作桌子，这个是草泥马工作桌子，然后这个是厕所，对。OK， 现在带你们看Dixon的房间。噔噔，有点浪漫的气息。看这一张就是他工作的桌子，然后他有情调这样放几瓶红酒，然后放一些书，我就不相信他会读这些书啦，放爽了。啊，这是我工作环境，真的是不能专心工作，因为很想睡觉。冷气冷冷，然后这个灯光浪漫的气息。完美。OK， 现在要给他们吵。OK， 现在要给你们介绍就是我们精心布置的休息区。很吵哦。嗨，很多人问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拍影片呢？这是我们的休息空间哦，然后这个是阿旺的奖牌，这是小明的奖牌，这个是我的奖牌，然后大致上是这样子啦。然后这个是那时候我在那个 Yankee Claw 那边抽到那些模型，七龙珠模型。嗨嗨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谁的狗，是不是 Billy 的 BB？然后这一边外面呢，就是吸烟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烟灰缸，就是如果有一些客人过来这一边的时候，他们要吸烟，是可以在这空间这边吸烟啦，因为我们里面是禁止吸烟的。然后我也突然间想到，这个阳台其实可以用来锁阿旺，所以总有一天我又会再把它锁在外面，我们让历史重演多一次。OK。这个房间开进去就是我的房间和 Cherry 的房间，走走走。OK， 来开门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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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，里面比较安静。哇，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。这个是我们的床哦，这是双人床，然后我们就选了这样的一盏灯，黄灯放在左右两边，然后这一幅壁画就是我们要买来放在这个床头这一边的，然后这里有一张很舒服的地毯，哇，跟楼下那张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小一点，楼下客厅的比较大。
OK， 这边就是我的钢琴，然后这边是 Cherry 的吉他跟乌克丽丽，然后这边就是阳台。OK， 有一点暗，我开灯一下。OK， 这里就是阳台，阳台。OK， 然后这边是他的化妆台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衣橱，然后这一间是厕所，一眼看完的厕所。OK， 等等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整间家你们已经是差不多看完了吗？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新的 studio， 然后可能你们会觉得它好像长到不大像是 studio， 比较像家。对，我们就是要有家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在那边工作之外，我们还会在那边住，所以要有一种家的温暖，不要有太多工作的元素在这间家里面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布置到比较家的感觉。对 ，OK， 现在就让 Cherry 为你们呈现一首什么名啊？我的秘密。邓紫棋，我的秘密。OK。三二一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OK， 那时候为你们弹过周兴哲怎么了，然后我在前天刚学会周杰伦的安静，我现在为你们弹一小段 ，OK？ OK。就是大门走进来咯，然后这一盏灯我忘记开，所以会有点暗啦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平常得空没有事情做，我们就在那边 barbecue， 然后聚一下聚会这样。然后这个门是可以开到完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进出的。然后这一边就是后面咯，后面现在应该也是暗暗的啦。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拍都市传说。你看这里是很暗，但是那个地很大，不懂你们看得到吗 ？OK，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回完了啦，然后整间家也收拾干净了啦，所以就在这一边跟你们做一下结尾啦，这个影片的结尾。这个影片就是我接着今天有 open house， 然后顺便拍买这个 house tour 给你们看啦。所以我们的新的工作室 Subhouse 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，然后该买的东西我们都已经买了。然后关于 Subhouse 的话，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大有工作室的感觉，比较像家的感觉多一点。对，我们就是要家的感觉多一点，因为我们其实也算是在这边住了的，就是大家住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一起和睦共处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种家的感觉要多过工作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 design 成一种居家的 feel 咯。然后你们看 Cherry 在后面，嗨，say hi， 他一直不敢入镜哦，他很排泄哦。
OK， 这个影片 post 三万个 like 啊，三万个 like 我就硬硬把，我就硬，我就硬硬把他拉进来影片，然后跟他翻唱一首。No。翻唱一首 cover。OK，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